今仔日啊，咱要来讲一个分享一个故事。那、啊、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讲一只虎精，啊，伊要变作人，吼、哦、啊，要咱伊要去学法术的一个故事。那么，咱即马故事就来开始。伫咧真久真久的以前，有一只虎精，那伊吼、哦、一直想要学变作人的一个法术。那有一天啊，吼、哦，这外口的天顶乌飕飕，啊，伊过咧等雷公。这时阵呢，雷公甲山顶卡出一个山洞，啊，这只虎精吼就非常的好奇啦。因此，这虎精就甲行入去看，行入去山洞内底去看。啊，一看的时阵吼，发现着讲，哎，啊，遐哪有一个石牌啊，或者石头，或者牌啊安尼吼。啊，顶关吼，竟然写着讲话说吼，会当变成人的一个法术。所以虎精得到这个啊，会当变成人的法术咯，伊非常的欢喜啦。啊，所以连续五天啦，因为这顶关有写，即讲爱连续爱练五天，啊，就会当变成人，吼、哦。所以五天就咧赶紧咧练练练，练到第五天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真正有影呢，伊人吼，伊这只虎精呢，已经变作人的模样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伊忽然间一回头一个看，奇怪，安奈后壁尾流还够滴滴啦，所以虎精就足生气的啦，佫佮行行入去迄个石板遐起来看。头前甲看，后壁甲看，原来啦，后壁吼有写一个一撮字啦。这撮字讲吼，如果若是有尾流的动物，要学这个法术变成人吼，伫咧第五天日头若伫要落山的进程，一定爱去吞三个囡仔，一口气爱甲三个囡仔拢甲吞掉。安尼，这个法术才会成功。哇，这好像是讲哇，第五天哦，啊，今仔日都已经第五天安尼，啊，日头嘛。日头要落山的进程，哇！安尼时间不算无偌济，安尼我赶紧的要来去庄仔头遐吼，了看三个囡仔。所以这时阵呢，虎精伊阵咧转身一变，转咧变作一个卖糖的人，吼、哦！啊，卖糖的人呢，所以伊这个时阵哦，就来个庄仔头的进程吼，遐拄拄有一个伫咧饲羊的囡仔，啊，这个饲羊的囡仔呢，伊就遐这虎精就甲问啦，囡仔兄，我遮吼、哦、有。免钱的糖啊，啊你要吃无？哦，这囡仔听着讲，有影无？啊，糖啊免钱的哦。对啊，我糖啊免钱的啊。要唔过我要甲你请教一个代志哦。现在囡仔是生了头，哪会这尼啊安静啊？啊，这囡仔兄就甲讲，饲羊的囡仔兄哦，就甲讲，你唔知影，迄囡仔就是这个王家迄个阿姊啊，伫要办婚礼啦。啊，所以真济人哦，顺头啊生了头啦，拢总去遐咧斗骹手。哦，原来如此哦！啊，也唔过咧，林家有三个囡仔，伫咧厝。我安尼哦，我安尼，你真乖，感谢你。所以这时阵，饲养的囡仔就甲手伸出来，啊，这个虎精就甲糖仔一提予伊。哪会知影呢？伊一日食着糖仔了后，我啊人就昏去啊。啊，现在人哪会全咧昏去咧？因为吼、哦，这糖仔吼有掺白粉油啦。所以这时虎精真欢喜，全咧甲这个囡仔抓转去伊的山洞，全咧赶紧的走落来山卡，要来去林家因家。那伫咧这边呢，伫咧林家因家啊，迄、那个三个囡仔内底吼，大汉的阿姐叫做阿胖啊，第二个叫做阿美，第三就是因弟弟叫做阿强。也毋过这阿胖吼，无听因老母交代，讲爱等三姑婆来照顾因弟弟妹妹，伊才会当去看老先啦。所以家己就走去啊。啊，所以。虎精呢，伫咧要来到因家的进前，啊，拄好去撞到阿胖，所以伊就甲阿胖讲啊：“妹妹啊，我遮有免钱的糖啊呢，足好食，你要食无？”啊，这阿胖哦，也无丢毒啦，就甲是讲安尼免钱的糖啊，摕来就甲食落去啊。啊，结果安那，当然嘛是昏倒啊，因为迄药啊有迷魂药嘛，迄糖啊有迷魂药啦吼。所以阿胖转去伊过去哦，迄个虎精，你啊去咧山洞遐啦。这时阵。虎精真欢喜，已经抓到两个囡仔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就赶紧的走，赶紧的过来去啊，林家，因为因家还有两个啊，所以来到这时阵，伊就叩门啦。有人伫咧无？我叫糖啊，是免钱的哦。哎呦，这时喏，本来阿强吼、哦，伊是伫咧困，啊，听到人讲话说哦，糖啊，免钱的，哇、嗯，我嘛想要吃，所以伊就精神起来啦。吼、哦，赶紧的就讲喂，这阿姊阿姊，赶紧的开门，人喺外口吼、哦，有迄。免钱的糖啊呢，这个阿美吼，就这个、阿美真聪明哦。伊甲讲话说哦，袂用的哦，妈妈有交代，
讲吼，若有亲友人来吼，咱袂用个随便开门嘞。啊，妈妈若转来，咱就糖啊糖好食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时阵呢，这个好像是讲哇，啊，这个阿美这尼啊聪明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伊就甲伊讲啦，讲哎呦妹妹啊，你足乖哦，你唔知啊，我安尼行路行来到遮吼，都真嘴大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是不是麻烦你会当，啊，你添一杯茶给我啉啊，一杯水给我啉啊？啊，这阿美就是讲，你袂使嘞，这亲友人嘞，吼、哦。所以就讲话说，哎、欸，袂用哩。我妈妈有交代，讲哦，啊，等阮三姑婆来哦，来甲阮照顾，啊，阮才会当开门。啊，你是亲友人，所以你若要啉水哦，去外口遐古井边遐去啉水。啊，这好正就是讲，啊，当要安怎？迄日头落山哦，已经啊，紧紧的天要到啊嘞吼。啊，我即马若无，这若无成功，我著爱搁等一千年嘞。哦，安尼免来会使，所以这好正就是讲好，就你走去边啊，哎，今日变身，变作一个吼。就是变作成因迄个三姑婆啊安尼啦，所以伊过来叩门啦，讲阿美啊阿美啊，较紧来开门哦、喔，迄、那个三姑婆啊吼，要来遮照顾恁两个啦。不过这阿美一听哦、喔，哎、欸、三姑婆啊，不过你的声奈怪怪，伊讲我说啊，我就是三姑婆啦，啊就恁妈妈叫我来，你较紧来开门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时阵阿美就是讲，啊就看就是三姑婆啊咧，好啦，就甲开门啦。结果门一日开吼、喔，哇，一看。嘿，这三个婆后壁哪有尾溜啦？所以阿美吼真聪明，伊就是讲说吼，安尼袂用哩啊，这一定唔是三个婆，所以赶紧的吼，走去吼提迄条做卡迄个那里做迄条红姑姑的迄帽啊，迄个卡迄个帽啊，赶紧提来吼，全咧为好正的尾溜，直甲讲直甲讲直甲讲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佫提蜡烛去甲好正烧伊的尾溜啦。哇，好正烧哩，叫用一个哇，足痛，我跳。跳去迄里啊，做迄个菜园啊边哦，还有一个水缸，全咧坐落去。哦，足痛的安尼。结果火车吼，因为足痛，所以迄个面哦，所以佫变作火车的面啦。哇，阿美全咧远远去看到，看到吼，哇，啊这原来就是一个火车，全咧赶紧的把门关起来，赶紧的走去灶卡，甲因兜灶卡有一个酒库啊。啊，迄个石窟哦，伊阵用锁甲包咧，另外一头甲包咧，另外一边，啊去顶下遐哦，赶紧来去掀迄落烧烧迄落滚滚的油安尼啦。好、哦，结果就好真是讲啊好啊，这个阿美啊，伊安尼这个查某囡仔，遮尼啊聪明，我即声若无让你甲你冲入去吼，要来甲你掠恁兜的囡仔，袂用你安尼啦。所以阿美原来想到这点，所以就踮咧涂骹呢，也一挂力道。结果好真嘞，因为想用来阵咧冲入去时阵哇，结果安那。摔一个，全咧四脚向上天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啊，摔一个啊，全咧哦，足痛安尼啦，哦，这个阿美真正有够厉害，就全咧慢慢啊爬起来时阵哦，真无简单爬起来时阵哦，拄拄啊爬起来时阵，阿美全咧把迄个另外一条锁啊，甲掏掉，结果迄个石窟全咧安尼弄过来，拄拄好弄着迄个火正的头，吭！结果火正去讲一个，全咧头狂起，拼啊拼，全咧拼咧。落落去迄个滚油的顶顶，啊阿美本来是讲啊，安尼赞啊，这声好声可能呢已经就是死去啊。那会知影呢？好声如果闯一个大开，伊果起来随便开，走对阿美遐去，阿美是讲啊，当害啊，可能这个好声要来掠伊，所以伊全咧赶紧哩目睭去调调安尼。要唔过去一时了，哎，安内无动静，结果伊一个看，哎呦，唔对咧，哎呦好声吼，甲我那强吼。掠走去啊啦！所以这个时阵，阿美全咧赶紧咧对着火车后壁，赶紧咧追啊！追去迄个火车的山洞遐，拄拄到伊遐的时阵哦，火车嘛已经走到位啊！伊看看，发紧咧，日头滴要落山，我即马较紧咧，甲这三囡仔做一摆，拢甲吞吞落去。结果嘴拄好闭开的时阵呢，阿美全咧赶紧咧甲炮啊放落去，乒乒乒乒安尼啦！啊了后呢，甲这只火车呢。面是变甲乌索索，所以哦，惊一个啊，全咧就咧走去啊。所以阿美全咧救因迄三个囡仔，全咧救倒来厝诶。啊，等甲伊妈妈倒来诶时阵哦，伊就甲伊妈妈讲，讲伊哦安那对付好正，安那伊妈对付好正啦。吼、哦，诶，即个经过。但是呢，阿强吼、哦，安尼伊咧困啊，啊就咧目睭搁闭紧，就甲因姐姐讲，姐姐啊。啊，人安尼吼是足爱困的，啊，你安尼一直吵，一直吵，唉，所以弟弟讲话的时阵，伊阁困去啊。哎，
故事已经讲完了，所以感谢大家收听，谢谢。